大家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就是下雨还愿意出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硕肖鹤硕，好久不见。让我们掌声欢迎 Alex P. Rodney、亚利普洛尼。他是一位来自纽约的钢琴家，乌克兰裔，然后在纽约生活已经17年的时间，然后也是我的先生。
伊遐真正足欢喜个，因为啊拄仔拢无人，我足惊。我要谢谢台中爵士音乐节邀请我们。我平常不是专门做爵士的音乐工作者，但是然后我也不是去I'm not school， 就是我没有去一个音乐学校，然后去学习爵士。但是我从15岁就开始听爵士乐，然后爵士对我来说就是把生活里面的东西变成一起一会的可能。可以今天带来一些not standard。